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解忧说频道，我是杰战，然后今天要抽这个12月30号的抽蛋，也就是2020年回顾转蛋的上半年，还有一个是下半年的活动，然后你是要抽了上半年才会有这个下半年的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抽这个上半年的话是抽不到这个下半年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来抽看一下会怎么样。它也有包这些第一次十年转单，还有第二次十年转单，原来我都很多字都没有，其实你看很多都没有了，希望是不要中到重复了啦。 OK， so 然后打号抽啊，就到我的小号 Let's go。 第一次strike 啊，还好平时喂，有特效嘞，特效很少看到有了嘞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已经有了。Imposter， no。僕伝師匠直伝奥義一つの太刀。我想讲的是这只我已经有了。さみだれは梅雨か涙かほととぎす。将軍義輝ここにあり。然后这个比那也是有了。私はもう怖くない。戦いましょう。この旗のもとに。竟然抽到比那，太可恶了。OK， 再继续抽我的第二抽。不能了。Stay shut up， 哦。特效，我两轮特效，你懂吗？第一轮特效是竟然是 imposter strike， 射手不是这一轮。你声音不进进来，我戴耳机。Let's go。喂，不能喽，我来了。哦。哇，进到新中了，中了新的那个急救级了嘞！哇、哦、嘿，开蛋！哦，这是谁啊？我不懂，这是谁骑着马？没说啦，有飞机的。あなた方では役不足だ。哇，我觉得不错，我抽了。OK， so 各位观众，我觉得会多 dislike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看错。このままではクナ国が、でも神の掟は絶対。私はどうすれば？私の思い、私の願い。哇，这电话很新哦，这样快就抽到了。哇，来，而且来两次先，来两次特效真是吓死了。山田の命運がつきました。いざ玉由来に消えなさい。OK， so 各位观众，我要转去我的小号了。OK，Hello，、okay,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回来，从大号回来到小号。然后我没有想到我的大号干的真的是江鬼欧洲，因为昨天我的抽我不是很满意，因为昨天抽的单是吗？不是新的抽单。新的不是多数都是2020年的转蛋角色，多数是已经是有点久了，2019年啊，2018年之类的。OK， 抽刚才真的是太过好运了，我觉得。OK， 抽现在到我的小号抽蛋了。Let's go，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拿到那个电话，那个太新了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很满足啊！我已经，而且刚才两轮特效很夸张，现在我的小号没有两轮特效惨了。哦，有新的，你是谁啊 ？OK， 有开弹，哦，推 baby 了。
OK， 至少不错，两个是图鉴里面没有了，然后我的大号也是没有了。司马昭啊。OK， 未开支大地的据点九，还原。OK， 十字玉。OK， 算还不错，再来这个，保证六星。下半年的 ，Strike Shuttle， 哦，小号完全没有特效，证明刚才大号真的很 low。哇，对，有金图鉴就是好事。哦，你是谁？哦哦，你烧雷炫，哇，我这个小号已经有三次了嘞。加买它，这不是同一只的，笑死！两个同一只。我不如要开心的是三星号，小号其实已经够了，我不要 restoration 已经很多了，因为上次我已经抽过了。原来光。好像很有用这只，就击罢了，太可惜了，而且还要抽中它两只一模一样，它只是一只帮我已经是受神化，一只没有受神化的样子。Restoration， 我这个号已经有两只了。三次啊，三次 restoration， 一二三，啊，太可惜了各位，下半年都是重复的蛋。OK， 抽单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祝大家抽蛋好运，拜拜。